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就在这附近街头摄影，我觉得你蛮帅的，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。就很简单，在这边拍就可以了。可能不能面向我们大楼。OK， 就面向那边这样子。我已经找好位置。你是在这边上班？对。OK， 好。对。我叫雷玉成，叫什么名字？姓张。张。张先生。OK， 张先生，好。哇，可以帮我看那个方向？很好。给我一个这样子，走这样子。OK， 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再一张。可以给我一个严肃的表情吗？严肃表情，对。OK。OK， 谢谢。